阿展，老板辛苦了，装完就可以回家过年了。那我给你一个红包。啊，我忘了带红包袋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微信红包也可以。啊，我也没有带手机。好，干明天再说。啊，爷爷快过年了，赶快做完收工回家过年。怎么少一个零件？不会吧？阿成啊！表姐，你还在工作啊？对呀、啊。我已经下班要回家过年，那刚好看到你，给你红包。谢谢表姐。快收工回家吧，新年快乐。表姐，新年快乐。红包是很好，但是不能帮助我下班啊。嗨，阿成。哎，叔叔。哎，你还在上班啊？对呀、啊，我都准备下班回家过年啦。来，我学个年轻人发个微信红包给你。真的吗？来，你收收看。哎，有哎，谢谢叔叔。手脚利落点，赶快收工回家过年哦。新年快乐。好，叔叔，新年快乐。快乐。微信红包是好，但是也不能帮助我下班啊。真的好想下班啊！天哪，谁可以帮帮我？Hello， 你好，这个是你，新年快乐。哦，谢谢美女，美女拜拜。美女送什么呢？安菲洛量在 X 大女王插件快插防水连接器。这不是我要的吗？耶、yeah, ，我可以回家过年了。完成了。谢谢美女，谢谢阿喵在看，真的让我一见你就笑，永远没烦恼，可以回家过年喽。